接收到传输信号，已建立通讯连接。嘿，还好吧，兄弟，你们的难民都已经收容妥当了，只要你们能处理好联邦朋友带来的其他惊喜，再让这些难民远离那些畜生的话，他们就没什么大碍了。重大警报，死水基地受到未知外星生物体的攻击，紧急求救信标激活于0658地区，正在向塔桑尼斯的联邦总部发出警报，信号传入中。已经收到了死水基地的求救信号，我们会处理好的，你就待着别动吧，你该知道的事情我们一定会通知你的。该死，听着，如果我们等着联邦的援军过来，死水基地就完蛋了。我马上过去看看能做些什么，你派些民兵过来，我们可以把人救出来，相信我。真高兴见到你们，是时候大展拳脚了。我是Jim。行，这应该不错。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改命令。Reno 在此。这应该不错。行，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？这应该不错。哦耶。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这应该不错。Reno 在此。明白了，马上，长官。报告，收到，马上，长官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，命令已收到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你准备好就行。有意思。哦耶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？准备好就行。这应该不错。有意思。行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命令已收到。Reno 在此。行。哦耶。有意思。待命状。说吧，指挥官。明白了，命令已收到。说吧，指挥官。有意思。行。说吧，指挥官。行。这应该不错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报告，命令已收到。你准备好就行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说吧，指挥官。报告，收到。你准备好就行。这应该不错。哦耶。任务完成。有意思。哦耶。明白了。明白了。什么事，长官 ？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明白了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收到。你准备好就行。行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有命令吗，长官？收到。Reno 在此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
这应该不错。明白了。SCV 准备就绪，长官。什么事，长官？等等。我想干点什么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上上上！说吧，指挥官。有意思。这应该不错。待命中，上上上！我是金。指挥官，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准备就绪。那是什么鬼东西？出发。那里的地面看上去是活的。这应该不错。行。上上上！说吧，指挥官。这应该不错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谢谢你们的救助，我被困在这些地方里躲避异虫已经好几天了。这些东西似乎有些年头了，不过应该能派上用场。谁要救？什么事，长官？等等。什么事？那是自然。身子不明，想提升温度。什么事，长官？报告。有命令吗，长官 ？SCV 我想干点什么？待命中。明白了，有命令吗，长官？什么事，长官？等等。高能瓦斯不足。点火。我想干点什么。点火。任务完成。我听着呢。想提升温度吗？点火。什么事？没问题。嘣！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等等，指挥官，上上上！什么事，长官？你的部队正在遭受攻击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想提升温度吗？嘣！没问题。指挥官，我们得走了。炮火轰鸣。没问题。指挥官，你的部队任务完成。指挥官，出色无比。明白了。想提升温度吗？没问题。燃烧吧。他们到底对那个指挥中心做了什么？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Reno 在此，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想提升温度。什么事？嘣！接收到传输信号，经受到通讯来电。瑞诺警长，由于你摧毁了联邦的关键设施，你和你的手下违反了现行移民地法律，现在你们都被捕了。我建议你们乖乖放下武器，举手投降。你疯了吗？如果我们没有烧掉那个该死的工厂，这整个移民地都会被毁灭，还不是因为你们慢悠悠的才晃荡到这里。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小子，我可不是来跟你谈判的。马上让他们放下武器。看来不是一家人，果然进不了一家门呐。